所有的车子、所有的人都禁止通行，连上面的电车铁轨都可以分得开哦。所以这是前面这个是加拿大桥。说你要这个，我们这个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边加不秒。左手边哦，现在呢，我们都会山上会以这边的哈、哦，现在过来呢，山上都会以左手边的欧洲侧先稍微介绍哦。那我在昨天我有稍微讲过，如果幸运的话呢，我们在船上可能会看到几个东西。第一个，俄国来的这个海军舰队，黑海舰队。第二个可能会看到海豚跃出水面，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努力寻找一下，哦，看海豚是不是真的会跃出水面。我带团到现在看到两次海豚游出来过，哦，有时候因为这里是海嘛，所以海豚是可以游得进来的。在各位的左手边这里呢，你会看到哦，现在目前正在建设当中，它要建设什么呢？非土耳其靠的就是观光，所以土耳其。整个 Tomatache 里面呢有46个大厅、6个浴室、285间客房，还有158个时钟。那这158个时钟全部都停在九州，你就是方式就是第一个开车走博斯普鲁斯大桥，第二个坐这个捷运，第三个就是像坐我们坐这种公共船渡轮，它会呢往来两边到处开来。